你知道当萧炎发挥出斗皇实力的时候，谁才是最惊讶的吗？在韩风带领众人前往迦南学院闹事的时候，这一战也会让很多人为以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。第一个倒霉的则是血宗的宗主范劳，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就是范劳的儿子了。在范劳的儿子被萧炎击杀后，范劳就一直寻找着杀儿子的凶手，没想到跟随韩风来到迦南学院，就恰巧遇见了萧炎。在范劳看见萧炎的第一眼时，并没有很确定他是凶手。 但是当萧炎施展出3000雷动时，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他是害死自己儿子的第一人选。再加上范劳曾经在儿子的血液中提炼出一个背影，也是和萧炎完全符合。如今萧炎的实力是斗灵，而范劳的实力是斗皇，两人的差距还是有点大的。即使萧炎可以越级战斗，也难免太过被动。关键时刻，在紫炎和灵修雅以及柳晴的帮助下，为萧炎争取了几分钟的时间。这几分钟的时间，药老的力量涌入了萧炎体内，实力直接暴涨，让众人更是张目结舌。 紫炎以为萧炎是吃了可以增加实力的丹药，不然怎么可能提升这么快？而迦南学院长老却不以为然，因为他们知道萧炎曾经的经历，以一己之力对战云岚宗的男人肯定有着强大的底牌。没想到当萧炎施展出来后，实力这么强，竟然比一些长老还要厉害。而萧炎以药老的力量对战范劳时，也是一碾压的方式打败了范劳。如果范劳不使用自己的底牌逃走，估计他直接领和范劳。这发生的一切都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，那就是蛇蝎美人柳飞。他从未预料过。 自己曾经百般看不起的人，如今却是展现出了这般。连柳晴都感到震撼的恐怖实力，而这种实力已经远超了学员的范畴，甚至连一些内院长老都未曾能达到这种高度。如今柳飞在萧炎面前，只能是一只毫无反抗勇气的小野猫了。